Thank you.
本校创建于民国十一年，最初设置于景町，也就是现在新竹女中的校址，之后迁至学府路上。校地实甲，依山而建，环境优美。校园的后方是新竹著名的十八尖山，学校每年都会举办越野赛跑的活动，期许同学在用功念书之余也能锻炼强健的体魄。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校园中，处处充满鸟语花香，在引发竹中人感性之情，对于周遭的人事物以及一花一草的田园，都成了创作的灵感来源。因此竹中的诗人作家特别多，例如郑愁予、蔡诗平以及张系国等人，都是在这优美的校园中孕育而出。